料。我觉得不会耶，是哦，嗯，你看路上老爹鞋几乎都是女生在穿的，老爹鞋男生穿的蛮少，真的，所以我觉得男生，因为其实老实说，他穿起来没有那么的舒服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今天穿这双，我今天穿这双还蛮舒服的。我还想买这些，买越买越多。我觉得是我们没有盖鞋，没有，这次放太久，对啊，感觉不漂亮啊。因为已经这是上礼拜，哎，昨天不是有新切吗？新切也是上礼拜的，新的今天才来。我们去年帮上礼拜的时候，都蛮不要的。哎，先炸点光光。我的表情，你知道很多时候。